浙湘馆。易秉寿于嘉庆二十年在扬州去世。在中国书法史上，他以改造古隶而占有一席之地。易秉寿成就很高，后来者难与之争锋。古隶再改造出一种新面貌不容易。成绩最好的就是黄矮农华岳先生，他是易秉寿之后的古隶大家。黄宝岳先生字矮农，出自门下的学生都称其为矮老、矮公。他是福建长乐青山下村人，故号青山农。他独创一格的书体，人称青山农体，世名浙湘馆、爱庐、破不堪等。矮老的青山农体至今下传了两代。他的独子王玉峰先生从小在矮老指导下临池，写青山农体几乎可以乱真，15岁就参加了展览。他本职工作是学校老师，所以我们学生都称他王老师。圈外的人经常搞错，圈内是分得很清楚的。王老师是指王玉峰先生，不是指矮老。王老师人非常好，矮老去世后，我跟他相处有十几年之久。矮老的孙子黄一之，原为复旦大学苏步庆校长的研究生，后留学美国，现在是美国一所大学的数学教授，并兼任北大教资。他也是从小临池，到了美国还是热心推广书法。他和朋友创办了网上书法刊物《翰墨》，还举行过多次书法讲座。这是他在美国开个人书法展时的照片。这里我把矮老祖孙三代的作品放在一起，是不是非常像？很明显一脉相传。中间王老师写的这一章还有一段故事。我从小在家长指导下练字，四五岁就开始临帖，每天都要写大楷。这是我13岁时临帖的照片。读书时因为字写得好，班上出黑板报就是我的事。文革开始，经常有人要我帮忙抄写大字报。那时王老师虽然和我在同一个校区，但他没有直接叫过我，所以互相并不认识。他看见了我抄写的大字报，问人找到我，邀请我去他家，说他父亲及矮老是书法家，可以指导我书法。就这样，我有机会走进了矮老的家。这一步改变了我的一生。矮老故居在上海新闸路慈孝村，门牌是1312号。弄堂口有矮老1936年9月所题“慈孝村”三个大字。从那时起到去世，矮老一直住在这里。矮老40岁
就写出了有自己特点的青山农体。慈孝村初建时请矮老题额，当时矮老57岁，青山农体完全成熟，个性鲜明。这匾额在文革时也被当作革命对象，用水泥遮盖掉了，文革后才敲掉水泥重见天日。新闸路是一条很幽静的马路，有高大的梧桐树，曾有很多文化名人住在附近。矮老住宅就是箭头所指这一所。矮老夫妇住2楼，黄老师夫妇住3楼，都有阳台。这就是我青年时代去了无数次的地方。现在我的一些学生到上海还专门去瞻仰这地方。慈孝村在文革初差不多所有人家都被抄家，唯独矮老没有。黄老师说，当时也提心吊胆等红卫兵上门，而不知为什么就是没有来，逃过大难。矮老故居跟沈雨木先生故居一样，现在已经保护起来，列入上海静安区名人名居点。在弄堂口有政府设置的铜牌，中英文两种文字简要介绍矮老的生平和成就。很好笑的是，曾有地产中介打出做王宝月邻居的广告牌，反映出中国社会这几十年的急剧变化。回头来说黄老师这作品，我去矮老家，黄老师果然带我到2楼见矮老。当时我很恭敬地叫了一声黄老师，这实在是叫错了，从辈分来说应该称太老师。你想，黄玉峰老师就站在我身边，他是我们学校的教师，当然是黄老师。矮老再长一辈理应是太老师。我很喜欢青山农体，但文革中买不到字帖。我跟黄老师商量，他说家中有矮老的千字文原稿，但当时这内容属于四旧，批判对象不好拿出去。我说这样好了，请他写一张毛主席诗词，应该很安全。黄老师点点头，下一次去时他拿出这张作品送给我。我最早临写鼓励就是从这张字开始的。黄老师非常客气，他把我们视为书友。这作品的落款，黄老师这样写：毛主席七律答友人，因王翦同志所述，写进字是呆而不刚，弱而不柔，套在同昌之宜，两不以敷衍见者也。从他这些话中，你可以看到黄老师的谦虚。问题在这同昌之宜，我实在是当不起。成语有同昌共宴，说的是同学关系，但他毕竟是我们学校的老师，高了一辈。
所以我前面说，当初对着矮老叫老师不合礼节。孔子说，不知礼无以立，终于有点体会了。矮老以浙湘馆为市名，著有浙湘馆诗稿等。网上有人写文章说，浙湘馆类似于西方的文艺沙龙。确实这样，矮老在世时家中经常高朋满座，矮老去世后，黄老师继承了矮老家风。在文革时期，书画界人士来往浙湘馆还是很多，黄老师长期卧病在家，什么时候去都可以见到他。我们在浙湘馆中谈论书法、篆刻、历史、时事，其中还谈出了一些重大的事情，如上海书法杂志的创办。最初的计划就是周志高和我去黄老师家商定的。经过紧张的筹备，1977年书法创刊号面世，发行量40万本。接下来举行了第一次全国书法评比，第一次全国书学理论交流会，催生了成立全国书法家协会和第一届书法国展，一浪接一浪。陈正莲《现代中国书法史》把书法创刊誉之为当代书法起步的基点，所谓十年书法大潮与浙湘馆几个年轻人有重要关系。二，青山农体。以前我给大家介绍过吴昌硕论晚清篆书的一段话，他说，静时作篆，莫有之用钢笔，吴锡在用柔笔，杨仪孙用可笔。书写古隶不大用可笔，刚柔制锋是有的。一秉寿和矮老就是一刚一柔，两个人的风格很不同。一秉寿不怕平直，而且有时故意强调平直，人为之犹如钢棍，不缺不饶，分寸不让。矮老的线条是有弹性的钢丝，外柔而内坚。一秉寿在福建影响很大，矮老很推荐他的作品。郑一梅先生103页记载，李拔可喜藏一秉寿书，榜其士为莫朝，宁一别号莫清也。其初李本不知一书之佳胜，一日闵人某以一秉寿及国上仙自州求寿，黄矮农侍在旁劝李购之，李心书不遇，也碍于情面，是50斤一亿二周张之于壁。月日陈书通至，见而大赏，为莫清之书得汉隶真传，李喜乃广释收购一书，积存较多，且以所藏有商务印书馆用科罗版影印成册，从此一书身价十倍。李拔可是商务四老之一，陈叔通
担任过商务总务长，而艾老为商务印书馆美术部主任，都曾同事。艾老虽为医书之英，但他却是从汉隶入手的。艾老遍临汉隶，然后逐渐化为自己一体，如这视频条，从又开始第一章临下城碑，第二章临横方碑，第三章临史成后碑，第四章临孔宪碑。我所见过的远不止这四碑，艾老临过的汉碑非常多，还有西夏颂、鲁郡碑、娄寿碑、国有道碑、华山碑、李器碑、颍州碑、张骞碑、范氏碑等等。有些人推测青山龙体的出处，说来自于横方碑。这里我把横方碑和它的灵本作为对比，看起来确实有点像。也有人说出自于七步柱碑，字皆方形，而且不是非常小。艾老临汉碑有一些是完全照着原帖来写的，如这张礼器碑，波势很明显，间隔安排都跟原作接近，表现出极好的笔墨根底。所以我们现在看艾老的作品，有古隶也有汉隶，如这一张即放翁具，模式就比较明显，接近汉隶，但他大多数作品是古隶，写法跟此不同。如临颍州碑，一禀寿怎样临呢？望之根本不一样，一点一画都不像。初学者临帖要和帖上的字尽量相似，这时帖为主，你为客。而对于创作者来说，就要拉开距离，改为帖为客，你为主。一禀寿临写字帖只是取其大概，甚至仅取其字句而已。艾老临颍州碑跟一禀寿差不多，也是用自己的青山龙体来临的，板刻为主。专题课程讲创作，我讲过吴昌硕怎样改造石鼓文，现在讲一禀寿和艾老改造隶书，各位要好好想一想。我还要指出，艾老的创作源头不仅仅是隶书，他还在篆书上下过功夫，多方吸取，帮成大家。有一次我在拍卖会上看见一面铜镜，想起艾老临写过汉代镜名字，这也可以说是青山龙体一个来源，非常相近。三，临习注意。 3.1 支笔，艾老之笔不是一禀寿那种龙镜回腕法，而是普通的拇指共直，也就是韩方明说的直管法。照片上是写大字，大字要动上腕，所以手腕
提得较高，那写小字就不用。这是我在三楼阳台上拍的王老师写字照片，你可以看到老师有一个大砚台，他写的是杜甫诗句：心松恨不高千尺，恶足应须斩万竿。对联写完后，老师拿了一张小点的纸斟酌落款字句，所以这照片不是在运笔，而是停笔在想，可以清晰地看到汪老师的执笔之势，跟矮老一样。 3.2 起笔，鼓励起笔，上次在一秉授课中讲过了，基本上都是源头。我来具体分析一件矮老的作品，看看他的用笔。这对联在香港拍卖，四言对联，八个字，成交价是81000港币，平均10000港币一个字。想想哀老生前清贫的生活，真是感慨万千。当年黄老师卧病在床，需要一个冰箱都很困难了。这对联每字大约是15厘米见方，写在熟纸上，用高清照片拍摄，可以清楚地看到哀老的用笔。起笔大多是源头，很小的点，御风下笔就可以，不需要来回转圈。这一横的起笔就是蚕头，上次讲过，反时针两圈或顺时针一圈皆可。如果毛笔很大，只要原地揉搓一下就可以。 3.3 行笔，矮老行笔手腕微微摇动，不露横，尤其是长画，跟一秉授一样用蘸笔，但震动幅度不大，一撇是不大用震的。 3.4 收笔，一节课程讲过，收笔有三种，断尾就用称为错笔收，如这三笔的收尾，原尾就用称为顿笔收，如这两笔的收尾，尖尾就用称为接笔收，或者说出锋收。波士也属于出锋收，但尖锋很小。如果所用的毛笔大，未必收出一个尖，这时候笔锋可以来回一下，先按再接，燕尾意识到了就可以，未必一定要很尖利。顺便提一提，一秉授的口接近真书，有时候上面大下面小，矮老的口近隶书，除非同时出现两个口，平时是上下一样大的四方形的。3.5 用帖，临习矮老的字，建议各位从千字文入手，连落款1008个字，临熟了可以学到很多东西。文革中当抄家破四旧的风过去了，王老师把矮老千字文原稿
借给我灵洗一个月，并且特意关照说这是矮老四十左右的作品。矮老叮嘱灵写时要粗壮一些，厚实一点，横竖不必一样粗，竖画粗过横笔有醒目之感。前面池孝春那三个字就是非常厚实的。文革后我所见到的矮老千字文有这三种，很容易买到，可惜都是缩小了印刷的，建议各位临写时放大点，太小写不出比例。一禀寿小字字帖，我介绍了余仲祥碑。矮老也有小字作品，名谢友安先生家传，这种大小用来提签条非常好，可以留意。写扇面也要用鼓励小字，矮老和黄老师的扇面可成一绝，只要千字文打下根底，缩小也就水到渠成。谢谢。